非常的值得开心呢，我觉得，因为这已经是第三次我们香港舞蹈团从这个香港舞蹈联盟得到了这个最值得表扬制作这个最高的荣誉，尤其是风云啦，我想从回忆起来，从一开始的这个想法到所有参与哈，我们遇到一个又一个的难题，然后大家齐心合力一起解决，所以我想这就是香港舞蹈团的一种工作的模式了。每一个人在这个平台，他都把自己的精力和热情投放进来，然后形成一股力量，然后我们以这个作品的形式跟所有观众分享，而且得到大家的一个认定和肯定。我想，这就是我一直所提倡的，就是说我们的做表演艺术哈，一个艺术团体的一种群策群力哈。当然了，我非常有幸能够在带领大家哈，一起去冲着一个目标去前进，然后呢，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